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光临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候车站，这里来吃鸡肉饭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台北车站后半段和北门之间，此区过去叫做奥恰桃，许多专业批发材料都在此地聚集贩售，是商业兴旺之地。这里著名美食老店也很多，我今天来到这里买一些日常用品，刚巧肚子饿，路过这家店竟然吃一碗卤肉饭。按千要快十元，朱家嘉义鸡肉饭最出名的是鸡卤饭，把鸡油和肉燥都放在饭上，有卤肉和鸡肉的香气，非常好吃。我今天点的是猪脚饭、酸菜猪肚汤、卤豆腐。猪脚饭上铺了一些台式酸笋卤，还有肉燥，一颗卤蛋。猪脚炖煮得够软烂，入口即化，鲜甜迷人，我很喜欢。酸菜猪肚汤又鲜又烫，汤头好喝极了。金属器皿直到最后还是烫的，一定要加分。那边可以签。好。请问你们在开多久？在这里吗？嗯，撑了13年。13年。对，要继续撑下去。好。希望撑得住。可以啦，你们生意很好。假象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他们是性。
他说真的啦，他们也是要谢谢大家的观赏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